小美不擅长的科目。体育课的时候，同学都不跟小美一组，怕被她拖累。今天的体育课，小美又是自己一个人坐在教室里。小美，你怎么现在在教室里面？这节课不是体育课吗？老师，我可不可以不要上体育课？怎么了，小美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老师带你去保健室。我没有不舒服，但我就是不想上体育课。我每次上体育课跟别人同组的时候，那我同组的人都会输，那我没有跟他同组，他们就赢了。都没有想要跟人，都没有人想要跟我同组，我只会带衰他们。哇、哦！而且我不去上课，根本不会有人发现。我才不想上体育课，我已经不想在体育上努力了，我放弃好了啦。